tofu.我喝的是玉米糊，开水冲好后，静止5分钟左右再喝，会变得很浓稠。如果你冲好就喝，就不好喝，都是渣渣，没有添加蔗糖。嗯，控糖人士、减脂人士都可以喝纯玉米糊。 这个泡芙好好吃啊！ 你要不要泡芙？不要。不要。嗯，不要。嗯。你要红的，要这个颜色。红的。红的。红色是草莓的，我咋没吃出来草莓味呢？